YouTube channel。今天是12月23号，相信大家现在都在为了交换礼物想破头，不知道要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刚好这个礼拜呢，我的营区刚好有举办一个同梯的礼物交换的活动，交换礼物的活动，然后是为了庆祝这次的圣诞节。于是我今天就跑到了市场买了某样东西，我相信这个礼物一定会让收到的人完全不知所措。买了这个东西，看这外表，你一定以为它是蛋糕，对不对？不对，我应该先垫个东西，不然我怕它等下跑出来。我们现在非常紧张，要来拆开这个。这是一个蛋糕的盒子，但是它绝对不是拿来装蛋糕的。我去市场就要买了这个，我买了一只大螃蟹，哎，而且还是活的哦，大螃蟹。干嘛？你是主角哎！我相信我这礼物应该可以让收到的人不知所措到傻眼到一个极点了吧？对啊，现在刚好是秋天刚结束嘛，我就想说，螃蟹现在正肥美，秋天蟹正肥嘛，对不对？我就跑去鱼市场买了一只这个沙姆哎，而且这个时节是还有蛋的哦，是有蛋哦，这是母的哦。我可惜在军中没办法拍影片，就是因为不能使用相机，所以没办法录到交换的时候那个人的心情。对，就希望这个礼物能够带给我的同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对吧，螃蟹？好，在这边也祝大家圣诞节愉快。